好，现在来测试看看这样的音量是 OK 的吗？喂 ，Hello，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看一下现在音量？这样的音量是 OK 的吗？喂喂喂，这样的游戏音量跟我的声音是 OK 的吗？先开记录档。Hello， 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又是这里？我开错记录档了吗？哦，是这个。好。喂喂喂，这样的音量是 OK 的哈。OK 的吗？安安安。小巴安安，这样的声音可以吗？帮我听一下，这样子会不会太大声或是太小声？当然啦、是不是真的太感谢你了，一定要来捧场。很刚好齁 ，OK 齁，好好好，那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准备开始了齁。好的，OK 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老宅，那今天呢是。今天是继续玩这个燃烧吧，我的黑手党之魂。Hello Hello， 今天就继续玩那个燃烧吧，我的黑手党之魂。这是由蔡大侠自己制作的一款 RPG 游戏。那我们先前情提要，就是这已经是第四趴了。那前三趴呢，是一开始主角加入黑手党。然后在第二part的时候，今天可以走到目前进度吗？我也想，就是至少把希望今天能把第一章剧情全部走完。好，那总之我们先前提一下，就是之前主角在第一part的时候成为黑手党，然后在第二part的时候，他在女主角日向凛把他带到学校的地下室，然后带他进入他们黑手党的基地。然后他并且在那边进行训练，要取得一个叫黑手党出阵的。那第三趴我们取得出阵之后，我们就来到这个吃早餐的地方，然后在这边发生了跟日向凛的追逐战。那其实我们第三趴是玩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一趴就是接着继续玩。好，现在有六个观众 ，Hello， 你们好。那我们这边继续玩 ，OK 哈。那我们上一趴是进行到他现在叫我们要去学校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回学校去。这个是我们的学校，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应该是要准备回，对，右下角那口井是可以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进到我们的基地里面，然后今天就是回我们教室，我们是在一年 F 班，就是在右边这一间，这家伙真的很重。失去了睡觉的张胜杰。喂，起来啦，上课啦。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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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， 我说起来啦。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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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， 你这家伙啊，硬叫醒他，看他睡这么香，给他睡好了。我们选让他睡好了。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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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， 一个便当，两个便当，三个便当，这是什么鬼梦话？好啦，同学们。数学讲义拿出来。上课中，好，很快，我们又下课了。呀呼，下课喽！好，哎，累，真是累死我了。希望不要有多余的事情。走吧，简明浩。今天也去吃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
No， 明浩，我觉得身为一个阳光男子，我们应该去打打篮球，运动运动。嗯，该选哪一边呢？其实我有点想回家。当然啦、啊，身为一个边缘人，有妹子约呢，我们当然是要跟妹子出去了啊。那圣杰这个很吵的家伙就不要理他了，那我们跟林去。太棒啦！有吃的，有吃的。不，你这个见色忘友的家伙。不，我只是觉得运动会很累而已，加上有一点小嘴馋。好啦，别废话，今天要带我去吃什么好料的呀？我想想，那我们去吃炸鸡好了，在学校的西南方有一家 KLG， 是这里最好吃的炸鸡店。这我可不能装作没听到呢。那你有两个妹子，两个妹子。下课时间的小聚餐，竟然都不找大家一起去，这样很没有意思哦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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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的脸色有点僵硬，怎么了吗？明浩应该不会拒绝让我加入吧？是不会。太好了，嘻嘻。啊啊，都自己揪。好过分啊！明明都是同班的、啊，我也想去啊！啊，什么情况？不如大家就一起去吧，也可以增加增进班上的感情嘛。真呀，吃炸鸡聊天，点点点点点点点。林同学，你的脸色不太好看哦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没事，忘了变身。是吗？那大家就一起出发吧。哟，我们也说好了，大家一起走吧。由于班上同学太多人，就不放入队伍了，还请玩家见谅。好的，所以应该是这个对吧？我们先存个档。我们获得了学生黄雨晴。好，走吧。这个应该。欢迎光临 KLG。 哟，好香啊，鸡肉在沸腾啊。那大家先去楼上找位置吧，吃炸鸡咯。明浩，嗯，等等，你有空的时候来找我一下。干嘛搞这么神秘？来就对了，你管那么多。哦，来干嘛？那大家点好餐就上楼吧。哎呦，您要找找他聊天呢，好多人哦。我看我先上楼找个人聊天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回合了。二年级的学长，好想快点吃到炸鸡。这个死光头是，对不起老人家。一个垃圾桶，一个垃圾桶。好，那我们上楼吧。哎哎，边跑边吃，增长肌肉。你有没有闻到奇怪味道？好奇怪啊，奇怪味道，难道是我的袜子臭吗？应该不是吧。所以我们先要找这个，就是你了，日向铃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等一下再找你。先来看表演，有没有什么什么广智？好，我们现在先找林聊天吧。嗯，你怎么坐这？不跟班上同学聊天吗？哈，明浩啊，其实我怎么了？不舒服，肚子痛。不，这有点难启齿。莫非是生理期？也不是啦，好吧。你也知道我是黑手党首领的女儿，因为身份的关系，爸爸怕我到外面的学校容易被敌人绑架或袭击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请家教来家里上课的。对于同班同学或是这种大家一起来吃饭的场合，都是人生第一次啊。你看起来不怕生啊，而且你都没有认识
半个同学吗？就你一个？天哪，那我想你应该趁这个时候多认识一些朋友吧。不知道怎么认识，我不知道一般人都聊什么话题。聊聊这家餐厅的餐点如何？老实说，到这种餐厅吃饭也是第一次。简单来说，这个不谙世事是吗？那个念谙吗？的大小姐大概就是除了黑手党的事情，其他一问三不知。总之，先点个东西吃吧，拿个餐点凑过去，多少可以聊一点天。嗯，说的也是呢。那你在这边等我吧，现在下面人很多，估计要排一段时间。我下去买，你在这里等我，顺便想想聊天话题。哦，这瘦的你真可靠。念谙没错哈，对不起，我是中文系的，可是我的中文超烂哦。啊，我本来就很可靠，好吗？不对，等一下，啊，我本来就很可靠，好吗？是是，赶快帮我点餐吧，我要一份 A 餐炸鸡，要皮，薄皮不辣，薯条粗加胡椒，可乐，维冰，谢谢。所以他要，对。他要炸鸡，薄皮不辣，薯条是粗的，然后加胡椒，可乐为冰，好，要求也太多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对我来说，吃饭的品质比侵略竹联帮还重要哦！天哪，我们这个首领，快去快回啊！点点点点点点，哎，为什么我这个万年边缘人竟然在教别人如何交朋友呢？好，出发，所以。鸡霸二年级学长，所以说我说，为什么这里没有卖炸鸡块啊？你们会炸鸡吗？有人闹事，要去帮忙吗？身为一个边缘人，我们当然是要帮忙啦。在哪里？义不容辞。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这位先生，他说他想要点卖炸鸡块，可是我们这里没有卖那样的产品啊。这位，你不是在那个二楼摆架子的学长吗？你他妈没有看到我你他妈没有看到我在点餐吗？想挨揍？各位来吧，我们有个意见，来，我们是要揍他，用力的揍他，还是要猫他，还是要打扁他？有没有大家选一下？猫他是吧？好，猫他齁，好，我们猫他一下，猫他进入战斗了。这个学长看起来好强哦。学长，你看起来怎么那么强？你看学长这个身高，然后你再看我的身高。学长，你这样看起来至少有，如果我是180公分的话，你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大概就有1000公分高吧。你怎么这么高啊，学长？二年级学长现身。Pedo Fight， 我们打这个二年级学长吧。300，学长你好弱。学长超弱的，学长你怎么被秒杀的？滚！哇，大人！哇，大人啊！这位客人真的很谢谢你。没事，路见不平而已。点餐是排这个后面吗？不，你先点好了。哦，那谢谢哦。嗯，我想想，我要两份 A 餐。好的，两份 A 餐是两份炸鸡、两份薯条、两份饮料。炸鸡要哪一种的呢？我想想哦，我记得林是说他要我忘记了，他是要薄皮，然后他是要辣味还是原味？原味是不是？有人记得吗？他是要原味还辣味啊？忘记了，原味、辣味，三哦，好，原味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薯条要哪一种的呢？我记得他是要吃粗的加美式脆薯，粗的加胡椒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饮料要哪一种的呢？他要可乐为冰，对不对？冰块呢？为冰。那另外一份要怎么搭配呢？
另外一份随便帮我配吧。好的，这样一共是182元。好便宜哦，这是哪里啊？我也要吃，好便宜哦。掏钱，等等再跟您拿餐费。收你182元，这餐点是现做的，只要稍等一下哦。请到右手边，稍后。哪有？作者，你写错咯，你写182元呢。嘿嘿，是180，它总共才182哎，然后一份才91块而已，是不是？你的算术有问题耶，小八。这样子不行哦。餐点都好了，请慢用。上楼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摔倒了哦。啊，说到这个，我就想到我之前那个啊，我之前有一次，半夜跟同学他们去吃麦当劳。就我很开心的点了一份大薯加一杯饮料，结果我那时候在2楼要倒到3楼的楼梯的时候，因为是一个转角，结果我一转角，我转过去的时候刚好就脚滑，结果我的大薯直接整份飞出去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看着地上那个薯条，然后我的餐盘上只剩大概2-3根薯条而已。然后我整个心情超差的，我超难过的。然后因为我那天身上的钱只够点一杯饮料加一份大薯，然后那时候是半夜，然后我心情超级差的，我就觉得很难过的，走到户外的那个户外用餐区坐在那边，超可怜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真是谢谢你的心意了，这钱我先收下啦，谢谢您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因为拿着食物要小心走路，所以移动速度下降。真的，玫瑰油鸡真的是，还是可以加速啊。不要啦，不要再提玫瑰油鸡饭了，那个真的是我的人生一大耻辱啊！点了一只100块的鸡腿，来零，加饭哦，放饭哦。哦，怎么这么快？你叫我快去快回啊！来，你的餐点，我看看哦。哦，东西都对了，看来你有认真听我说话哦。当然啊，我就说我很可靠吧。我看看啊，黄雨晴那桌还有空两个位置，我们去坐他对面吧。黄雨晴在哪里啊？右下角那个吗？点点点点点。Hello， 你还在吗？我们不在这里这边吃就好了吗？不要。不要把我的糗事说出来。好了，那我要坐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对面，我不擅长应付班长那种个性。好了，走吧。这里吗？两位方便一起坐吗？当然可以啊。等一下，我不小心又把名号变成女生了，那真是感谢了。嗨，林，这里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说话吧？今天来这里用餐愉快吗？点点点点点点。嗯，怎么啦？你干嘛踢我？你练习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吧？快上啊！我叫日向林，今年16岁。你好。啊，这让我想到那个林俊杰那首歌。就是那个会读书那个你哦，对不对？你也太可爱了，不要紧张，大家都是同班同学啊，嘻嘻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对这个人没有印象啊？你们都在笑我，刚刚明明在旁边练习很久的。其实你的练习我跟雨晴都听到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假装不知道的，这样才能看你出糗啊。靠北哦，什么叫不是你们年代的？最好是林俊杰的第一张专辑你们也出生了好不好？你好过分啊！你看我可以打他吗？可以吧？又不是我，你干嘛乱打人别人啊？说的也是啊，抱歉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讲话吧？怎么跟你讲话，怎么好像没有那么紧张？嘿嘿，我长得这么可爱又亲人，一定能解消除紧张感呐、啊！真的吗？真假的？跟基夫一样同个名字吗？是？
哇，好臭屁的一个人啊！要比可爱，我也很可爱啊！的确呢，人家说你刚才表现，那真是可爱100分呐、啊！你好了，江什么轩，要适可而止啊！林同学，什么轩，只是怕你紧张才多开你几个玩笑而已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！这么说来，一开始那个结巴公主的确已经消失了。我想我，既然我们都坐同一桌，不如我们来玩个轮情真，来玩个轮流真心话大冒险吧。没有人第一次吃饭坐在一起就会玩真心话大冒险的好吗？哦，被纠正了，是零。哦呦呦，看来这个菜皮吧一定不知道是什么游戏。我知道啊，就是那个嘛。哪个？那个我眼睛大 pass， 就是大家把想问的问题签放入签筒，一人抽一支，他们抽一张猜拳排顺序后，可以开始指定自己想问的人，但不能问被问过的人。决定好问神之后，就可以打开问题签看问题。玩这个游戏的人不可以说谎，也不能拒绝回答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想当初国中毕业旅行，坐在前座的我只能看着同学玩这个游戏，如今我也有这一天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你果然不知道游戏规则。哪有，我只是觉得简明浩他讲解得很好啊。好啊，两个人正在斗嘴呢，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我这里有四张小纸，一人写一个问题。啊，第一次玩这游戏要写什么问题好呢？写好大家就把钱放到中间吧，一起冲哦。一二三，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有点紧张，偷看一下签好了。我看看，问你的对象今天内裤穿什么颜色？完了，我的眼睛也让走，真的该去看一下眼科，再看一次好了。问你的对象，今天你内裤穿什么颜色？这什么鬼问题啊？是要怎么说出口？来猜拳吧，剪刀石头布。看着自己出的布和其他人的石头啊，那就从简明浩开始吧。你要问谁啊？我要问，我可以自杀吗？为什么有这个选项？我要问，肯定是不能问日向铃嘛，应该会被打死吧。那我就问这个江林轩，虽然才刚问是江林轩，请你告诉我你的内裤颜色。原来明浩对我有意思啊，嘻嘻嘻。没有，但迫于无奈，只好随便选一个。我的是紫白相间的条纹内裤哦。可惜啊，本来出这个问题是想问那个黑发笨蛋的唇样，结果问到我。你说谁是黑发笨蛋啊？你自己对号入座哦，在场的黑发可不只有你一个哦。屁嘞，我看到这个地图上只有他一个人是黑头发。好了啦，只是个游戏，下一题，剪刀石头布。呀，我赢啦！那我要问的就是你，日向铃。我看看题目啊，这什么烂问题？说出你今天吃的餐点。A 餐，说的详细一点就是炸鸡、薯条、可乐。结束这回合，下面一位。这问题也太烂了，是谁放的？抱歉，是我。啊，那就是我跟林啊，来剪刀石头布。耶、yeah, ，是我胜利啦！猜一个。高兴成那样，小孩子吗？还不是小孩子呢，那是胜利的呐喊。我要问你班长，我的问题是，哦，我写的。作者，什么叫做激烈运动？你最近一次激烈运动是什么时候？啊，暑假没有运动哎，上一次应该是国三的运动体育课啦。问这种鸟问题，你该不会是新手吧？要你管！好了好了，你们这次随时都可以斗嘴耶。
那最后就是我问喽，这一张是我自己的，那我就不打开了。请问你现在有心上人吗？嗯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完毕。不是啊，米浩，你这样是在说谎了吧？啊？怎么会说谎呢？你跟林昨天开学之后就不就是一起回家的吗？我都有看到啊。还有那封情书，既然都一起回家了，那应该是在一起的吧？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天大的误会？那才不是情书啊！我可以发誓，那绝对不是情书，是吗？所以是我误会喽，你连一点好感都没有吗？就目前是比较好的朋友啦。我们的关系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吗？打个岔，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是林的第一次好感反应。想要攻略林的话，明浩的回答却是完全没有的话，那表示你前面跟林有关问题很多都没有选到增加好感选项哦。因为这里的触发条件不高，当然如果你打算走其他女孩路结局，那就完全没影响到后面的剧情，因为这里还只是游戏前期，所以要重玩的机会还有机会回头哦。至于每个学校加的好感度，还请容我保密。什么？原来这个还有感情线可以玩？好吧，这个问题还是不要继续追问了。总之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就对了。是的。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去外面透透气。啊，他一定是想啦。不可以，说你不可以随便讲出那两个字。尿尿吗？聊了蛮多了，食物都要凉了，我们也赶快吃吧。好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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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他们两个合体了。现在明浩拥有林的长头发，然后用明浩的脸，你看看，他们就在这一刻合体了。好了，没有了，继续。救命啊！有人还在吗？林，有人在呼救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所以应该是碰到不能碰到火，对不对？啊，火都没擦，这没有什么素材可以拿。哦，还在这。嗨，喂，你还好吗？站得起来吗？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地板突然爆炸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我在树上磕人，结果来不及逃跑。喂，你还醒着吗？晕过去了吗？这里的火很大，需要拿水来灭掉才能救他。林，你去看看楼上，现在楼上应该也很混乱。刚刚的爆炸，应该楼上也受到波及了。你自己。等一下，林该是飞过去了。林该是要飞的。火是越烧越旺，要抓紧时间，大概再过两分钟这里就全部烧起来了，若来不及救他就只能自己先跑了。先想办法找水吧。 PS 此局禁止存档。好，我们先存个档吧，我们先存第三个档好了、啊、所以我们有两分钟找水时间，来找水咯。我猜就是这个水桶了，垃圾桶。这里有洗手台可以装水，但是石头挡在头上，把它杠杆，所以我需要拿个拥有杠杆的东西嘛，我猜是这个木头。好，那这个是干嘛？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木头喊它？请玩家疯狂的点击它直到残疾。啊！我啦 OK， 确认还有没有水，我手好酸。这里吧，洗手台。还有水，但是我需要一个容器来装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拿刚刚的垃圾桶。这个得到一个桶子，
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东西？没有，好吧。赶快装水，一个提着水，移动速度变慢，冲啊！只要浇这个就可以了吧？不行啊，一定要浇正前方。这里，好，浇，用水灭火，救他。嘿，帮他 CPR 哦，嘿，一直按键盘的 ASD 键到他有呼吸为止，按，直接按照顺序啊？怎么啊？怎么按？等一下，他怎么按 ASD 吗？啊，有呼吸了，把他背起来，赶快上楼。我怎么又变这么慢？那个死胖子该减肥了。原谅我能力不足，我救不了你。啊！等一下，所以他死掉了吗？不行，我们要重来一下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救活。我们用最快速度解这里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救到他。按错了，哎，时间不够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我走太慢了，等一下。所以需要有至少10秒就对了。好，没问题，这次一定来得及的。可以。嘿，再来一次 CPR。他是要不醒来？醒来！哦，有呼吸，可以啊，这次来得及。可以，就到了，得到经验值1200。哇啊！二楼都，天哪，这湖也太大了！你，房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可怕！没事啊，其他人呢？我让大家从窗户跳出去啊。下面是没有逃出去的人，先跟附近借床铺来接人，但有些人还没有办法逃出去。还没逃出去，不是受伤就是年纪太小或是太大，我力气又不大，我要背着他们走。没事，别哭了好吗？你先离开，这一下交给我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嗯，交给我吧。好，火越烧越大，直接踩着火过去救人吧。每次踩火就会扣50滴，一次只能背一人。好，所以好来，我要背到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要背到哪？哦，那里有一个神奇魔法阵，反正这里没有时间限制嘛，那就慢慢来，把它丢到传送阵，把人丢出去。好，靠，这里这么多人哦。先背这个好了。哎，老头，哎，这老头好快，这老头比较轻，哎，跑超快的。我不小心踩到火了。可以。我还有多少血？1500。我还可以再踩30次火。我想一下从哪里进去，好像都要踩2次的，对。哎，不用哎。从这边就可以一次只踩一个而已。冲啊！所以还有哪边还有人？这边是不是？
剩这一个吧，我背你吧。哇，这个人好胖，走超慢。好，把人放下，人都救了，在这里等明浩吧。天哪，这里也是惨不忍睹。明浩，这里，赶快过去吧。啊，我因为我刚才也背着那个啊啊，被烧到了。这就是正所谓被火纹身的男孩，就是在讲明浩被火纹身的男孩。明浩，我已经疏散完了，这个应该只剩我们两个了。先把这个女店员放下去，失去你，我失去你店员了，失去你店员。那么赶快走吧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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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有狙击。啊。你。呼叫米肠老虎，呼叫米肠老虎，这里是米肠老虎，请说。牛奶因这里狙击偏差，并未完全杀死目标，但已击中目标侧腹，请准备收集目标送往的医院。结束，米肠老虎收到，开始撤退。没想到安装的炸弹不仅没有成功杀死他，就连最后狙击也让他避开了要害。日常里真是可怕，明明就是自己技术差。小李，没想到会被对方这样子一军啊！看来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不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当时我有暗中派人去保护大小姐，今天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能力不足。不，这不能怪你。毕竟当下的目标是先救人，只是没想到这不是意外，而是对方设好的局。到底哪个王八蛋？朱莉吧，我要杀了你们！艾莉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大小姐现在还在静养，你这样会吵到大小姐休息的。大小姐，这里是？是基地里面的休息室哦。火灾呢？已经都结束了，敌人后来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是啊，小林。太好了，你可以醒过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嗯嗯，我睡了，就是了。足足三天了，我以为你都不会醒来了，你醒来真是太好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话说，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，那个我觉得好饿，大概帮我弄点吃的吧，我好饿。看到小姐这么有精神，老夫就放安心了。我这就去请厨房送上上好的料理。我也进厨房煮菜给小林吃。那我，明浩，你留下来吧，我想跟你聊聊。嗯，想聊什么呢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想跟你独处一下。看在你大病初愈的份上，我就陪你一下吧。我没醒来这几天，你跟我来看我吗？没有。那只有你跟我在房间的时候呢？嗯。啊，那一定是你偷牵我的手。嗯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偷牵手都被发现了。嘿嘿嘿嘿。因为我在睡梦中的手感觉特别的温暖，总是梦着一个梦，里面有个声音一直叫我起床吃饭的，我就想到是不是明浩。嗯，我的确有叫你起床吃饭的，我还要叫你起来尿尿，毕竟这样比较有机会叫醒你。嗯，你才刚认识我几天而已，讲得好像你多了解我一样。啊，不是吗？是没错啦，哈哈哈哈哈。对了，这是这几天上课的笔记，我帮你多抄了一份，怕你没跟到进度。啊，傻子，高中的课程我已经全部学过了。你不要就算了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要。啊，你不是都会的？那是你，是你，你给的，所以我要。哈？什么意思？谁知道呢？
床铺做好了没？我们去大厅的桌子看看。哎，你现在不要下床，你才刚醒来没多久，我去帮你拿。那谢谢你咯。去厨房看看吧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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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有妹子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很顺利的，终于玩到火灾这边。发生笔记的剧情表示好感度算是蛮高的哦。他肯定是一个暖男呢，你看人家睡觉都敲牵人家的手，很会哟。他怎么会是边缘人？他这么会撩妹。好啦，那今天就玩到这一 part， 就玩到这里，然后差不多11点多了。今天玩下来其实没有什么 bug 啦，对，今天都没有遇到什么 bug。那就是，所以作者，如果你还有在更新，还记得跟我讲，那我觉得再下载新版的，好不好？存档要存另一个档哦，所以我要再多存一个档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再多存一个档。好，我这样有两个存档哦。OK， 那作者今天就你再传给我就可以了哈，或者是你丢传连接给我都可以。那今天就先这样了，那我晚一点会把今天这一 part 的影片传到那个 YouTube 上面，然后我会再把它丢连接给你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那拜拜，要关咯。那明天还需要开吗？所以等一下还有剧情可以继续玩吗？所以就是明天的话还是还没有做，我要不要去检查一下铃？检查一下它，什么叫检查一下铃？这样吗？我要怎么检查铃？他问我要不要睡觉欸。我要怎么检查铃？我要怎么检查铃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要怎么调查铃？啊，我要怎么调查？他只问我要不要睡觉而已啊。你说这个吗？可以跟他一起睡觉是吗？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可以跟他一起睡觉。好爽哦，大小姐陪睡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也要真的要改掉，让他去睡这个床啊，这个床也可以睡啊。就是他大床，然后你点他，就是他可能可以跳出一个提示说，您正在这张床上，就不要去打扰他，然后就让他只能去睡小床就好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要把这一版我要保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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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好啦，那今天就是到这边咯。嗯，怎样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好像没有打熊。我没有打熊吗？我有点他。哦，你说点他打他。哦，所以如果我从正面点他，就可以攻击他，是不是？人类为什么要打扰我睡眠？有鬼啊！好，打他。获得80点灵魂结晶。
哦，要多点他几次就对了。希望他能安息，希望他能安息。哦，原来他有熊可以打哦。我想说那个熊是怎样？原来如此，好的。那我们再记录一下。好，那就今天这一 part 就真的到这边结束喽。那晚一点我会把 YouTube 传到 YouTube 上面之后，我再给你连结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今天就先这样喽。那晚一点再跟你讨论明天实况，或者是明天，或是晚一点再跟你讨论，好的，好吧？那就先这样喽。好，拜拜。